你还在使用这种削皮辅助器削皮吗？平时在家里如果用它来干活，这也不干净不卫生啊，不用了。现在老铁们看看德国人设计这款削皮刀好不好，说它有多牛有多霸道，一会儿咱们就用它把这个大芒果给你打得像纸一样薄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狠活，什么叫硬活。它整体全身材料都是锌合金彩纸加工而成，两面带刀，四面带刃，全身都能水洗，永远都不会生锈。用它来干活，往前拉可以，往回拽也是非常的轻松。削皮儿不是它的亮点，翻过来用这边还可以挠丝儿，土豆丝儿、萝卜丝儿往前一挠，一小堆儿，根根都是小方丝儿，没有一根杂乱丝儿。拿到了手中，颤纹纹，晒过我小姨子的头发丝儿，漂亮。土豆如果长了烂坑，有了烂芽，坑里有泥洗不掉，用这个小尖给它轻轻一转就拿掉。土豆芽挖得净，保证让你吃了健康没毛病。今天咱们再用它削一个大芒果，让你见识下什么叫狠，什么叫硬。前手一滴，后手一翘，这小芒果皮一打，嗖嗖就掉。哎呦我去，打得比我脸皮还要薄，漂亮。